编剧讲的美丽美丽最近很忧郁，有个人躲在房间偷偷的哭泣，整天宅在家里不愿出去，那快乐的我丢在了哪里。原来我爱上个男人高大又帅气，爱得真真心他的甜言蜜语，付出了的有的真心真意，我却陪你你狠心的离去。Yeah.